行团的导游好，我就是冠军旅行团的导游。救生衣就只有六件，那你们十二个人要负责抢这个六件救生衣就对了。你敢来抓我？你敢抓他？他在你旁边，你神经病！不行，我怎么没点后没有回头路了？听到我的女人求救，我带你上去。你还好吗？别过来，我会跳。哎，你刚刚尿尿太紧张了。不想停留六小时可以，你们今天这一团消费18888就好，买完马上走。现在倒是蛮有经验的。